哎，你们看得到吗？我帮你照一下呗。看得到，看得到。我这个很亮的。怎么样？你这个，这太……你见过6000瓦的手电筒吗？我们来测试一下，开手电，看一下这个远射，直接形成一道长长的激光；再看一下这个大反光，直接点亮一片厂房。普通手电筒不仅照不亮，还很笨重，不方便携带。而这款德国精工手电筒，小巧便携，方便携带，关键是续航能力特别强，充电一次能用很多个日夜。不管你是平时在家用，还是户外露营、夜间出行巡逻探险，都可以用到，非常方便，出门放在口袋，放在车里都可以。家里停电的时候还能用来应急，灯光的亮度可以随意调节，满足你日常的所有需求。自带充电口，充电速度非常快，今天我们厂家直销，一个还不到一杯奶茶钱。巴掌大的手电到底有多亮？来，今天测试一下，开手电，看一下这个远射，直接形成一道长长的激光，震惊吗？还有更震惊的，别眨眼，再看一下这个大放光，直接点亮这一栋楼。有活动的时候你不买，没活动的时候你又嫌贵。绝大部分人还在傻乎乎用老式手电筒，不仅照不亮，还不方便携带。而现在聪明人都在用这款德国精工手电筒，小巧便携，方便携带，关键是续航能力特别强，充电一次能用很多个日夜。不管你是平时在家用，还是户外露营、夜间出行、巡逻探险都可以用到，非常方便，出门放在口袋，放在车里都可以。家里停电的时候还能用来应急，灯光的亮度可以随意调节，满足你日常的所有需求。自带充电口，充电速度非常快，今天我们厂家直销，一个还不到一杯奶茶钱。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亮度，这光度，这亮度，这射程，再让你看看什么叫大光斑照射，灯光所过之处一片白茫茫，穿透力强，适合钓鱼使用，适合巡逻野外照明使用，即使在雨天、雪天、雾天等环境都能正常使用。强光放电24小时，普光放电72小时，今天下单全国包邮到家。